出国观光出状况，旅游鸟事一箩筐。小熊护照不见，先不见一次，对，不见那怎么办？还有时间，所以我跟于小良就整个机场找护照，免税店当放很悠哉啊，买一些纪念品啊。就到了之后，小熊说，我的机票那个机票呢？他的机票不见，就一到了饭店很晚，没有你们的名字，好，怎么可能？一看，后来小熊就说，这是下个月的同一天。金马酒店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